morning, guys. 今天我们是要进行一趟 field trip， 大概50个学生从万象出发去大鹏了。可以看到，学生还没上来。不是，学好读书，出发了。哦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大梅沙海滨公园。哦，后面的学生，我们这位同学非常热心的给叔叔阿姨们拍照。可以看到，今天来的同学一共有50名左右，年级分布是从9年级到11年级部的，时间真的过得很快。距离我小时候第一次来大梅沙已经过了10多年了。可以看到，整体的大梅沙海滨公园已经完全翻新了一遍，环境好了很多。现在开始脱鞋了。看来今天这个裤子肯定要湿了。哇，这海浪不错，其实我带了泳衣应该也是没法游的，水温有点深。现在我们正在测量这个沙滩排球的标准长度，看看他们拿的有那个尺子。愉快的沙滩时光结束了，我们现在出发了。Kelly， 我们现在去哪边啊？我们现在去吃饭，然后下午去大鹏索城，大鹏 Fortress。好期待，好期待今天的午餐跟慢校的比，不知道怎么样。肯定没有慢校好。OK， 出发，下一站午餐。慢校外卖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就来到了大鹏索城，我们先吃个午餐。深圳大鹏索城位于东部，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镇，也是一座拥有丰富文化遗产的城市。大鹏索城古城区保留了许多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和文化遗迹，其中最著名的是天后宫和大鹏索城城墙。大鹏索城城墙是中国现存较为完整的明代城墙之一，城墙周长约3公里，高约12米，是大鹏索城的标志性建筑之一。除了这些，大鹏索城还有许多其他的文化景点，例如清代著名学者龚自珍的故居、唐代诗人李白的诗作《大鹏赋》所写的大鹏索海等等。这个猫也太大了吧，跟个猪猪一样。今天来这里真的太爽了，根本就没有人，虽然有点太挤，但是人太少了，就是在这时候错峰出行。大鹏代诗红色印记展览馆，哇，来这里转有点像在威尼斯的感觉，就那种没有什么人，很棒的画。好的，今天的 field trip 到此结束，刚才给他们拍了合影，然后今天真超级充实，回去处理一下素材，就这样。 See you in the next vlog. 1, 2, 3, smile.